大家好，我是皇帝。那今天我用几秒的时间教你们小青如何开战才是最帅又最强的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凡恩在的位置，我们小青很难直接过墙过去杀他，所以我决定在草丛再等待一下，看战场状况。没想到这个时候伯顿出现了。这个时候出现的伯顿呢，让我们更难杀死这个凡恩。现在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，第一条逃跑，第二条直接强开这凡恩。但是要强开这凡恩，就要用到我们之前影片讲过的小青接技法。小青的一技能接瞬移可以打出各种形状的击飞，所以说这个时候杀掉这个凡恩，我们只能采取一个 L 型的开战。这样的方法不仅能够击飞凡恩，瞬间秒杀掉他之外，还可以绕过这个伯顿。那知道原理之后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。小青的技能组很简单，能做到的也就这些。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希望你们都能够学会。